拿到两条路，来，亚迪，你先回去。哎，国人回来等你不？ 来，先凉起。哎呦，好巴适！儿，哪去了？嘿嘿，这洗手要用开水洗，洗了才得手汗，还用你干。忘记洗好了。啊。忘记挂机吗？要得。挂机。我在哪给？快回家去嘛。 哇，这个排骨感觉吃起来肯定很香。哎呦，那炕大喽，它有点腊肉味道了，才更香。来，我们这儿挂机。啊。哇塞！ 弄起来有肉，还洗脱了嘞，还掉鸡。我那吃了嘛，少来吃。你这个灶上你，这个灶又快掉起来了，你把它拆一坨了。哪来吃？老板，我们开机。好的。这块火烧。嗯。那儿你们啥子嘛？我爱挂肉，来嘛。馋嘴毛浪子，洗手就开始烧肉吃，烧肉吃。 然后你这小吃，我想自助就来了。我看看你这有好多牛，两到的我煮，有两点我煮还是有两三百斤。那些拌面肉都不怎么这样做，这样子的两个煮小肉，那给我分一个，我给他给你多一斤，多一斤多。这生意做主要可能，没得了。就是拿个结果，你看我。拿着我煮了。来，吃的喽。 吃了，吃了，吃了，哇！那吃不？你先吃。哦，别，你看那各种摆种的。哎呀，好吃！哪儿吃了香的嘛？这种。滚蛋！哎呀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还有锅包也好吃了，像黄瓜蓉。合适很，像烤肉一样感觉。是不是？嗯，多不哈？ 不大，我是小伙伴，把你两个，而且你没一会儿来烧火，烧火就要给皮面来烧的。我看他们两个来烧的哈。哦，爷爷，你经常都烧火，你皮面主要烧的吃不？哎，那都是就叫个门儿吃了那个。挂了。挂了不？你看嘛。 这点来几根，这点行了，可以熬个汤。嗯，还点不嘛？走，回去了嘛？嗯，走吧。哎哎哎！啊，太小了。过来，手艺正好。我吃个萝卜，回去煮点鱼汤。要得。这个其他的。 那我都可以，弄弄大呀，切丝丝的煮来头。哦，这样，要得，走。今晚没有吗？
我啦。我钓了几个鱼，啷个熬汤？要搞个几几碗汤。西格罗斯打十二碗汤啊！那你哪容易啦？这里是。那我把烙印打进去，让你洗一下就行。来。那你吃你又不叫唤了？哦，不好意思的哈。没得喽，还往那咋子嘛？全洗了哦。嗯。我这个鱼他妈呀！哎，不要撞到这个猪脑壳了。猪脑壳撞猪脑壳。饭了，我饭都要去了。啊，我叫有人换汤的。那要，要去。不，不要要了，不要要了，要汤喝。不汤了，先吃碗饭。先喝汤。我先给你一碗汤。那就喝汤吧。走。你啥时候喊我把通宵伙伴们让你们吃的？没有，我通宵。你没看到我昨天说的是先吃东西再喝汤才准备进场啊？先上一下我这碗汤嘛，绝对满意。是吧？嗯。你进都吃饭了，没得商量的啊。来来，汤汤喝，确实可以啊。胖饭不行，这个要进喝。我这碗饭出来吧。来了吗？哼，你喝了嘛，感觉很鲜。很鲜。就是鱼它，玉米做的还有，用玉米做的。我早早勾起来了，我这勾起来。你们是说？对。哎，没人问到喽，今天反正你们饭吃了之后喝一碗。孩子两口跑了，我你要汤。要得。等我这碗汤卖不出去啊！来那儿，你先吃完饭，先喝完。饭后一碗汤。安逸不嘛？中选了。哦。你这是没喝完。我的。嗯。